看到讲，伫咱台湾内底，较有一个人，这个哭声是为着咱台湾当初是二二八事件遐个人来哭。我感觉咱台湾今仔状况就无同款。虽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遐久啊，六十几年，用袂袂记哩。也毋过，咱对着民政府在座各位有一个真大的期待，毋忘咱后界规划的路是一条会当真真正正疼惜咱台湾。咱今仔上课到这结束，好，谢谢。谢起立，起立，休困十分钟。谢谢大家。